因为这病毒阳性，夫妻执意外遇，大闹诊间。一位太太来妇产科做了内乳突病毒的检查，是阳性。她马上转头就跟先生讲，是不是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？我已经怀疑你了。在诊间这样子，就直接在诊间这样子吵，我就跟他们讲说啊，其实不见得只有性行为才会感染，卫生习惯没有做好，也有可能感染，直接归咎于是双方有外遇，都有点太鲁莽了。嗯，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三十二频道，医师好辣。